看得到。对，刮完往外。你看嘛，我这样子嘛，这是手嘛，这是手，手到这边了以后，这是不是脊骨？是不是脊？脊椎，脊椎力量传导到下面，出来摆扣了。这是不是？这是不是也是你？所以我从这边到这边的一个力量过来，你看，我这个力量，我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看，顺着这个力量转，它是不是就这个样子？它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它这样转。手也有，不能光手。如果光是手，你的手要翻动你这个身体，那多累啊，那多慢呢、啊？是大家一起，对，所以它难又在这边嘛。对，难就是一个连一个嘛，这个转，您到这个转，到这个转，到脊椎的转。到这个转，整个，所以你产生一个力量，我不动的话，我不走动，而这个凝产生了，这个凝产生了，我就变成有一个这个力，我有一个这个力，这是他在转。你的肩胛骨啊，往下沉，对，他们往摔那个脊椎，它往下沉，因为你这个拧转的力要透过肩胛骨到腰，它是平的，它往下嘛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个样子。这样子它断掉了，手臂跟腰断了，这样是往前弓了。还有些人是这样子，有些人是这个样子，有些人这样子肩胛骨是往两侧，还是没有接腰，要往下，对，往下就好，接到腰就对。